观众朋友你好，当生命走到尽头，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是要跟死神拔河，还是有尊严的离开？昨天我们谈安乐死，来宾们呢，其实蛮多是认为说谈安乐死其实争议很大。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没有好好做，因为包括自己、包括家人，甚至包括许多医生都说，能救就要尽量救，救得回来多一天是一天。可是这一天生活品质、生命的尊严是什么？其实不是很多人在思考这件事情，所以会使得说啊，插管啦、气切啦、甚至跟到叶克膜啦，到底当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什么叫做生命？什么叫做尊严？在昨天谈安乐死之后，今天我们再来好好谈一下。昨天大家一致谈的是包括安宁缓和治疗以及所谓的病人自主权利，究竟那是怎么一回事？该怎么做，我们才可以说用非常祥和的方式跟自己、跟家人、跟世界说拜拜？介绍四位特别来宾，首先欢迎是我们台湾安宁缓和医学会的会理事，同时在昨天也是非常重要的来宾陈秀丹陈医师，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台湾安宁照顾协会的理事长，也是现在马偕医院新竹分院放射肿瘤科的主任邱世哲邱医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来宾都我们的观众很熟悉，医改会的副执行长朱显光。大家好。资深的媒体人洪树清。信聪好，大家好。我们昨天谈到说安乐死，其实有一个事情是说，刚昨天陈医师有谈到说，其实他看到的不是亲情，不是爱，而是很多家人的私心，为了保险，为了对外界说，哦，我很友好，我很不甘的，哦，我去把医生归啊，无论如何你顶爱把我的时代人救回来，哦，但是这中间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痛苦折磨，无效医疗。先生，我陈医师很辛苦哦，加油，哦。在医院，重症或是病情危急的病人，通常都会送进加护病房和呼吸照护病房继续治疗。就算急救无效，病患仍然可以透过高科技的仪器，像是呼吸器、叶克膜等，保住性命。然而，当疾病已经进展到无法治愈的时候，这样的维生医疗对病患和家属而言，到底是有效治疗还是妨碍善终？常年在加护病房服务的陈秀丹医师，就看见插管病人的挣扎与辛苦。那我们不小心被口水呛到就磕得半死，何况你现在是用一个固体的东西一直插在那边插很多天，那因为痰咳不出来，你还要不定时去给他抽痰，抽痰也很难过，你就知道他有多难过。看到亲人临走之际，还得接受全身插管的折磨，只为延续生命迹象。曾经是重症末期病患的家属张小姐感慨地说：“很后悔当时做了插管的决定。插了管之后呢，他距离这个24小时也只不过多活了16个小时。”病患希望什么样的临终处置，本人可能根本来不及表达，家属在情感面也很难做出终止维生医疗的决定。医师坦言，这是越来越进步的医疗系统带来的新难题。器材可以让心肺继续运转，血液继续流动，这样的状态可以一直维持下去，也因此让抉择是否结束生命的决定变得更加复杂。我等于说公子这边，我想耶，我爸走得很早，走了快20年。那个时候呢，其实他送进去加护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啊，我们那个兄弟还有姐姐是跪在医生前面说，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救我爸爸，救一天是一天。我想很多家属的心情就是说拜托，所以尽管现在医病关系比较不好，然后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那个家属跟病人来讲，我们是非常非常尊敬医师，因为医师可以把我的家人救回来，但救回来的代价很大很大，对不对？对，所以说你就要回归什么叫做医疗。医疗的本质是行善。那我在昨天也讲过，医疗的目的是在增进病人的健康，或者是减少他的伤害。那一旦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医疗的正当性就消失了。这时候我们去撤除或者是不给维生医疗，并不违法。也就是说，我们让生命回归它原来该有的轨道。我们在这个病人要死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给一点吗啡，给一点镇静剂。
那我们去在病人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去让他可以面对自己的死亡，也就去做所谓的哀伤辅导。哀伤辅导不只是家属而已哦，还要为病人本身，让病人可以打从内心的去知道自己就要死了，然后为自己的死亡做一些准备，好，包括后事的安排啦，一些交代。也就是说，你必须让一个病人要死之前，认清他自己就要死，然后死得很安心，死得很放心，死得清清楚楚的，然后让这个他可以跟家人道谢、道歉、道爱、道别离，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生命的终点。那我们在讲善终，其实就是善生。一个人怎么死的，反映他过去怎么活的。我做医生做那么多年，其实我看到很多人要死的时候是可以很安详的。如果他所面临的医师，他所接触到的医生是有善终概念的医师，譬如说像我自诩我是一个好的医师，那我可以去引导病人为他的死亡做规划，然后让病人在灵性的这一块呢可以成长，然后让家属可以一起用很正向的态度来看待死亡。所以死亡其实不管你用任何宗教来看待死亡，都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存在。是，至少死掉的这个人，他的精神跟他的爱会永远活在爱他人心目中，这是我们一个好的医疗必须去做的。但是我请教你啦，我常说我看你的书看得很感动，因为其实在您这一本像残酷的仁慈说再见，一个加护病房医师的善终宣言，在这一本书里面一开始你就谈到你自己母亲的情形。不好意思，我拿你母亲来做例子。你谈到说88年，就是十多年前，将近20年前的时候，你的母亲昏倒在浴室里面，然后赶快急救送到台中荣总。那个时候的主治医师就是你的学长，是你的学长跟你讲说，学妹，如果我们都是医师，如果你开口要救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救你的母亲。其实你们当医师就很清楚救回来的时候那个样子会是什么。对，可是你说不要。对，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热爱自由的人，我们平常在家里是不会忌讳谈死亡，我们不忌讳谈死亡。所以我的母亲呢，她是一个乡下的妈妈，她养活了8个小孩，然后妈妈就跟我讲，一个人活着，我的就是爱会叮当，那未叮未当是歹命。好，所以我就跟我妈讲，若有一天她老了，我要怎么样给她安排后事。甚至我的母亲连死后火化灵骨骨灰要放在哪里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家里是这样来看待死亡的。那所以当我的母亲她一个很严重的颅内出血，我们也知道即使手术成功也是植物人，但是植物人是一般的生灵吗？绝对不是，她是一个痛苦的灵魂，然后被锁在一个破败不堪的躯壳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是植物人。但是呢，救对我嘛，够有一个妈妈通看。那是自己的私心。如果你自己是植物人，你要这样活着吗？如果我是不要的，你知道吗？像我自己腰椎受伤，当我腰椎受伤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坐在椅子上，那个像针在刺。我那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躺在床上，因为只有躺在床上是不痛的。连我的孩子尿布湿了，我都没有办法去换。那你想想看，像我那时候那么年轻，我都腰椎受伤就已经这么痛了，何况是一个常年身体一直破败哦，80、90岁，或者是更老，或者是他在癌症末期，或者是他是一种没有办法治愈的罕见疾病，他们所受的苦一定比我当时腰椎受伤的苦还要来得严重。如果你没有自己亲身经历什么叫腰痛，你就没有办法去体会病人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那一种腰痛。那今天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给人家，我们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当然不要给自己亲爱的家人吗？譬如说你要插鼻胃管吗？我不要。为什么？很多的病人说，医生插鼻孔我都没吃呢。为什么？没有经过味蕾啊，所以酸甜苦辣都没有。我们在台湾很多的老人家吃东西吃不下了，安养院就说插鼻胃管吧，然后可能家属就说啊，插鼻胃管啦，如果没有插鼻胃管好像就是
让病人活活饿死啊。其实这种观念应该是要改变。你看那个先进国家，欧美啦、澳洲啦，他们尊重生活品质的国家，对一个重度失智或者是说他就是逐渐老化的老人家，当他们开始出现吃东西有困难的时候，他们是所谓的舒适喂食，用喂的，我慢慢的喂，然后把食物弄成像黏糊状，比如说你用筷灵宝把它弄成糊糊像布垫的东西慢慢喂，啊，能吃多少算多少。若有一天连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进食了，自然往生。一个人不吃不喝两个礼拜一定会往生。嗯哼。那如果我们整个社会的氛围里面没有让一个病人自然死亡这样的一个素养的话，我告诉你，再有长照什么 2.0 也没有用。这样可以清楚吧？嗯哼。所以说整个社会在生命教育里面是要去教的。是。那我的母亲好在她生了我，而我也很骄傲，我去捍卫我母亲的善终。所以我的母亲颅内出血，当天倒地，当天送医，当天我就把她带回家。我的母亲在家里度过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晚上，然后全家包括孙子啦，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在旁边守护着她，还有很多连友来帮她助念。母亲是很安详的死亡啊。所以每次我现在如果去这个慢性呼吸器依赖病房，或者是我去看到人家中风卧床插着鼻胃管在那边每叮每当的病人的时候，我就很庆幸我的母亲生了我，而我平常跟母亲有做死亡议题的探讨，所以我的母亲可以很安详的走。所以对我母亲的死亡我到现在都可以侃侃而谈，因为我没有遗憾。是。而且我觉得我为母亲做了一个最好最好的选择。母亲死掉的时候，她的旗袍都可以穿得上去，因为全身没有浮肿啊。如果你看一般颅内出血又开刀又怎么样，植物人躺在那里有什么好？国外是不救植物人的，台湾还在努力救植物人的时候，我的心在痛。你去看那个王小明的母亲，一个母亲不爱王小明吗？妈妈为了王小明，全家为了他倾家荡产，姐姐妹妹休学，就是为了抢救王小明。可是数十年之后，爸爸妈妈看到小明的苦痛，妈妈就是要求让他好好的走。那事实上，我们不需要安乐死，我们自然死就可以了嘛。嗯哼。我们必须尊重老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退场机制。当一个人老到不能吃，病到不能吃，他没有办法吃东西的时候，脑内的吗啡生成量会增加，让病人可以很安详的走。当一个病人心脏不行、肺不行，二氧化碳累积也是让这个病人麻塞的离开啊。因为二氧化碳累积，人可以很舒适的离开。当一个人肝脏不行了，肝性脑昏迷，我们说阿莫尼亚高的时候，也是让一个人很安详的离开啊。只是我们现在忘记了老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退场机制。当我们施给很多没有效益医疗的时候，就是增添末期病人的苦难。邱医师，我要请教你，然后就是说，您其实也一直在推动安宁缓和医疗这一块。大部分的家属，因为大概也都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到说自己的亲人可能发生生命的一些危险，所以那个直接反应说，当然要救。可是这一段可能大家都没看到，用什么方式救？你们两位在医院一定看过太多太多的经验。CPR， 哦，终于救啊！啊，七，比那骨等了了。嗯 ，CPR， 肋骨呢，因为按摩而胸骨压断，内脏破裂，大出血。如果年轻的，因为车祸，因为溺水，这当然要救。可是如果是80岁、90岁，你要让他承受这个苦难嘛？电击，我给你电，鬼龙超会大意。叶克膜到叶克膜，基本上大家讲我台湾的科皮叶克膜熊厉害哦，所以大家说讲尽量救，确实有些人可以救回来，就像胡志强的夫人一样，可是大部分装了就大概拿不下来了。部分患者会出现严重的脑出血、肠胃出血，然后血液无法送达末梢，细肌拢凹，长期插管，喉部肉芽肿、喉气管狭窄、吸入性的肺炎感染等等的。我想问，刚陈医师说，幸好他妈妈生了他这个女儿，所以这十多年来他没有遗憾。
但是做这些事情的家属事后会遗憾吗？其实那个世界安宁疗护哈推动之母 Cicely Saunders 女士，她其实她讲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到很清楚，就是说，病人死亡的模样，他会永远留在活着人的心中。是，所以一个人最后他是怎么离开这个世界上的，并不是说我们当子女的，让我们的家长或者让我们所爱的人去尽力尽其所能去做这样的 CPR， 我们会觉得很心安。有些时候我们反而因为我们的家人、我们所爱的人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急救过程之后，其实有时候反而产生愧疚的。其实这样子的例子其实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常常会看到，当我们把病人急救完之后，稍作整理之后，让家属进去看病人的时候，往往心第一个那个家属所浮现出来的一个疑问说：怎么会变这个样子？他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说，哦，原来急救是这个东西。可是当在病人危急的情况之下，医疗人员有时候在紧急情况之下脱口而出就说要不要救，因为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封闭式的回答，你就是要不要就只能选择要或不要。那家属也不知道说我如果选择不要的时候，我可以有什么其他替代的方式来去做。所以往往在对一个不是很了解这个急救过程的情况，或者说不是很了解说这个病人经过这个过程之后他会变成什么样的样貌的家属而言，他往往医疗人员一问说要不要急救的时候，他脱口而出就是要。你问100个，99个都跟你讲要。是，所以其实我也觉得，陈医师的妈妈真的是很幸福，因为在那个当下可以有陈医师那么勇敢的站出来帮他妈妈捍卫他的所谓的最后的最后的尊严。嗯，是。可是我觉得也不能怪一般的民众，其实绝大多数的民众会脱口而出这个要，其实背后都是隐藏他的不舍，他的爱。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跟病人跟家属在谈的时候，就是说不要为自己做的决定而后悔。邱医师，我请教你了，就是因为说实在一般民众在这种医疗行为他真的不专业，你也不能怪他们。当你医生穿着那个在手术房走出来，穿着医师袍戴个口罩，然后说啊，上是因囝，哎，还是左囝，来来来，啊，恁爸爸安尼要救啊，不爱救，我100个100个都说要救。是，可是通常医生也不会跟你讲说，但是做了之后，你爸爸会变成这样哦。做了之后，你爸爸可能会变植物人。做了之后，你爸爸可能顶多再撑，也不过是1个月2个月。你嘛别安尼敢讲嘛。其实我倒觉得，当然在传统上面来讲，在以往比较多的是医师直接就告知说，我们现在这样情况，我们打算这样子做，那你们觉得好不好？那在医疗上面会称它为叫做知情同意，就是我告诉你了，然后你也同意了，所以我们就做了。不过以现在的角度上来看，知情同意这样子做是不太够的，因为知情同意的最先决的一个条件就是要病情告知，而且病情告知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把一些替代的疗法要讲出来，就是说假设我们今天不这样子做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择，然后再透过病人了解之后，用他的推理能力去了解这些后续的相关的结果，是最后在自愿之下做出的决定，这样子才叫是一个合格的知情同意。那我觉得现在其实在政府在卫福部其实也都在推动很多的所谓的现在所谓的病情告知这个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改变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现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唯有把让所有的选择，包括急救、积极、缓和的，甚至于我们做安宁的，一定会有一项叫做不做处理，它也可以成为是一个选项。不做处理也可以选当做一个选项。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让病人或者让家属都可以了解的时候，我相信可以避免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苏青就是说，对家人来讲，这选择刚才几概念啊。而且这个在这选择的时候，通常家属是极为无助。啊，阮老爸杀入去啊！啊，医生出来讲要救啊，我爱救。啊，我是要哪选择？选择错了，你就会后悔、遗憾一辈子；选择对了，
你可能要承受你的家族啊，这不好住啊，你老爸饲你个这大汉，你不爱个救，哦啊，当初时间啊，无得靠伊就救回来，这样。我想问的是说，对绝大部分人来讲，那个选择是很痛苦、很痛苦的，那怎么办呢？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困难的部分。说一句实在话，因为当如果你问我是救或不救，照道理它的前提是救了之后能活，才有救跟不救的选项。救了之后不能活，没有救跟不救的选项。那你就跟我说不能活有什么好救？不对，就是我们对活的定义。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亲身的经历。我的阿嬷，她是因为心脏衰竭死亡。那心脏衰竭到末期，其实不只是心脏，它包括肺脏，其他器官也会连带。所以第一次进医院的时候，第一次进加护病房的时候是插了管。插了管之后呢，但是情况其实一直维持就差不多这样，因为第一个年纪非常大了，第二个其实他的眼睛视力不是很好，听力非常的差，行动不方便。因为对他而言来讲，他的五官其实他跟外界的接触，当他在加护病房里面插了那根管子，他就是完全隔绝而且害怕的。所以他其实当他插那个管子，他如果一稍微有意识的时候，他的挣扎就是他就会比，就是他不想要活。那这个情况之下呢，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一天医生说那有机会可以试试看他有没有机会拔管，如果他不能拔管就气切。可是那时候我们家人跟他说，阿嬷的意思是他不要气切，如果他拔管失败的话，他宁可选择就是他就放弃，因为他不希望他永远就是，因为如果你气切对他而言，他行动不便，他眼睛看不清楚，他耳朵听不清楚，他一个人待在那里气切，他不知道他对他而言他是不愿意的，所以他的表达是这样。就你知道吗？我们拔管失败之后，当我们拒绝气切，我们说我们要带回家的时候啊，其实反倒是医生对我们不谅解耶。我其实第一个说，我说在那个年代，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接受这样的态度，因为一个30岁的医生跟一个80、90岁的老太太，她对于生命的豁达度可能是不一样的。是，对医生来讲，我当然可以医他，因为我气切了之后，他可能还可以活半年呢、啊。虽然他已经是一个严重的慢性心衰竭的末期，对不对？在那个年代，可是对阿嬷而言，我不要选择这样。所以当时当我们说我们不要气切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面对的是医生，你们怎么会这样？不是我们家人之间的质疑耶，是医生说为什么不？那我们说因为阿嬷不愿意。然后所以他当时我们多么的紧急，就说好，医生跟我们讲说，你现在不气切，你现在拔起来拔管失败，你现在留回家的时间你要非常快，你们家有多远？他让我们感觉说我们阿嬷可能没有办法撑过这个救护车的时间哦，可能这样不弄上去，他到还没到我们家，根本没有办法到家善终，他就会过世了。那我们全家也等着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所以当那个救护车一到我们家，我们什么都准备好，在客厅啊用那个板子啊，然后帮阿嬷把他让他躺在那个板子上啊，然后连他的那个寿衣什么都帮他准备好了。结果阿嬷并没有马上过世，就像刚才陈医师讲的，其实他是缓慢的，他那个过程中是慢慢的，然后他就是比较多的时间在昏睡。那段时间，其实他的所有的这些他的孩子们、他的孙子们就轮流回来跟他讲话，用最后的时间跟他相处。他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不是一天两天，是将近就10几20天的时间。那对医生来讲，我要讲说，第一个医生会觉得你们怎么可能不救他？气切可以活啊。问题是病人对于这样的生活，他很明白选择说他不要。好，第二个事情，但是真的有人是误解的哦。我必须说，因为现代人呢、啊，他们对于我能够选，是因为我要基于我知情才能同意，是我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选择，我才能同意。可是比如说，我们很清楚他是慢性的心衰竭合并，他的肺也不好，他的肾也不好，其他都有问题，所以我们做这样的选择。可是医生，我有一次跟一个医生谈到这个事情，他说你不能怪医生。我说为什么？他说现在有些人真的他不懂气切这件事情，他觉得一旦气切上去就等于植物人，他就只能插管一直躺在那边行光合作用，所以他就觉得说气切就等于植物人。所以他说他有一次遇到一个人，那个明明的说吼，气切只是短暂的时间帮助他度过他没有办法自主呼吸的这段时间，他以后是有机会脱离气切的哦。是，对，但是台湾的人他不知道，他说不问外层，问外层，他觉得这很恐怖。他说不是，这有机会拔的，就是事后一些呼吸道的复健从他是可以的。所以你看，对一般人而言，我们都会觉得那到底我怎么知道我这个切了之后拔得起来拔不起来，还是他以后一辈子要这样？那一辈子要这样子，如果他就是只能躺在这里，那病人不愿意的话，到底切或不切？所以我刚才才讲，你说救或不救，这个对于
平民老百姓而言真的很难，因为是你们告诉我救或不见，照道理我如果答要救是因为救的活、啊、可是问题很多情况下你们问我要救或不救的时候是救的活也活不久啊。所以第一个资讯到底能不能完整的两方的沟通是顺畅，这是第一个问题。比如说之前甚至你很难想象说民众对于医疗的认知可以不清楚到什么地步、嗯、哼，之前有一个大哥跟我说他的母亲就是癌症的末期，然后那时候住进安宁病房，首先他安排妈妈住进安宁病房就已经受到全家人非常的不谅解，他说你可以安宁就是放弃了嘛，因为安宁就是去单戏啊，所以第一个他觉得说他光是安排安宁的动作家人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意见、嗯、可是第二件事情是更妙，是安宁的期间其实除我们就是做一些支持性的包括精神上或干嘛对不对、嗯、但是有时候因为癌症的末期会一些疼痛的问题，所以他们为了处理他的疼痛可能要做一些吗啡或什么相关注射，你知道他的家人不愿意耶，他竟然说打了吗啡之后啊他就不是他了啊，他就拱起啊，那你就懵掉啊。所以说我妈以前说不爱打吗啡，说你有没有觉得很残酷，他很痛哎、欸。然后他说不要打哎、欸。那这又是另外一种因为不能了解这些医疗、嗯、就是我们不是拒绝完全的医疗，我们还是希望他在最是最人性的最舒服的最快乐的状态下完成他所有的关系的建立之后离开这个人世，但是我不是要他在那里承受痛苦说我这边都不爱医，我连吗啡都不要，这就很可怕。所以我就说所有这些事情现在在台湾最大的困境是第一个对法律相关规定的不认识，是第二个对于他现在的医疗处境的不认识、嗯、第三个对于所谓的末期或到底怎么样那个生命价值的判断除了不认识还有我们不等同，所以这么多会导致你刚才说救或不救真的是一个超级难回答的问题耶。不过显问我们今天大概不是要从所谓的那个医疗资源就是比较功利的角度来谈这件事、嗯、我们是从人性，什么是生命，什么叫做尊严这件事来谈。但这个是医改会的资料了哈，医改会在2013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统计，每100个人在死前那一年，32个人呢最后一次住院是使用呼吸器，平均呢他都已经要临终了，他要住院28天，呼吸器用20天，医疗费一个人要花掉将近30万。然后呢，100个死前曾经住院的人呢，有10个，也就是1/10，还在洗肾，他是洗肾洗到再见的。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要承受多大多大的痛苦？可是某种程度，这是制度所造成的。当然，如果以前没有健保的时代，或像国外有些健保就会定80岁以上，如果其实对他的生命其实没有，其实他真的是生命，我们在讲的，以前都在讲平均余命。其实我们现在在看的药，就如果是用加工的方式延长它，其实它就是它的痛苦余命。那那个是不是还是真正的是活着，或是它的生命？那如果只是增加痛苦，又造成资源的浪费。如果我们资源花了以后，真的是对抢救生命或对人的生命品质有帮助的话，我觉得那个是值得的。但如果这样的资源变成因为有健保给付，大家就浪费了，变成一个无底洞，我觉得反而是我们必须要反思的一个问题。或会不会也是说健保的某些给付制度反而去诱发了他这种需求或创造需求，那就变成说我们说的医院就会有一些死亡套餐或一路救到挂，医院他就会觉得，我们也跟过很多的医院的安宁的主管也讲过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的安宁缓和条例已经过了20年，但我们在讲说我们的死亡品质或生命末期的品质，大家都希望好命善终，不要一路救到挂，但是其实那搭配的方法就是包括素琴讲说，其实我们必须要以一套好的知情同意或病人自主的选择，那这个东西都是需要有配套有说明的。我们现在看病大概就是3长2短，然后末期的病人医生来看也可能只给我，其实他们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就是国外要跟你讲生命末期最后的选择，他是跟你讲180分钟，大概3个小时，我们是180秒，大概3分钟左右就叫你做很多的决定。那美国或加拿大，其实加拿大早在3年前，他们就会健保就会给付一个叫 ACP， 就是叫预立遗嘱的计划，就是医师跟你很早就谈，可能你诊断是癌症末期，还没有到死亡那个危急的情况，兵荒马乱的时候叫你做，他就会先跟你谈各种的选择，而且是健保是给付给你，比医师去抢救或看着还很高的医师的诊查费。那美国的话，其实也在2015年就开始，台湾现在也开始有，但是其实那个钱会比他做死亡套餐插管什么期间呢，其实钱少非常多，而且它不见得是过去我们在讲的时候它也只是说很到很末期了，
大概都是3%，只有3%是在三十天以前死亡前30天以前来跟你谈这件事情，大概都到最后了，已经都没有什么选择了，才跟你谈这件事情。我觉得那时候家属已经兵荒马乱，甚至有些重症的医师可能也不放手。那民众要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其实过去经济学人跟新加坡联合基金会、台湾的政府常常朗朗上口说，我们的安宁的指数、安宁的死亡品质呢，去年的话是前一年是14名，全球是亚洲第一名，去年进步到16，二零一零年是14名，2015年是第六名，马上进步到第六名。但它其实里面讲的就是说，其实因为当然我们有健保，有很多的止痛药，有很多给付或我们的末期的照护的品质很好，但其实它其中有一项指标是看到 availability， 就是末期安宁的资源的供给，那个部分我们马上就掉到17名跟20名，其实马上就掉了一个等级。那个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如果你希望民众选择的话，其实民众当然要安宁资源一定要长出来。那这个部分我们过去，因为我们的安宁的选择大概就是会有三到四种嘛，就是说大家记得就是安宁病房是最传统的。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你还是住在原本的可能癌症的病房，或者但是会有安宁的医师来照会，一个礼拜可以来2次。但有时候就会说我的重症的医师或癌症的医师我不愿意说安排这个会诊，那你也没有这个机会。那另外有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他其实民众大部分的，我们也调查到大概80%的民众都希望说好命善终是再宅善终或回到落叶归根，但我们现在大概都跟英国或很多国外背道而驰，我们不是回到社区化，我们都被绑到医学中心或大医院，他才有安宁病房里面去了。那现在也慢慢长出来一种是说到居家，除了社区外，那居家或是说甚至说，居家是什么意思？讲我今晚要再见啊，要回去啊，或者讲我不一个大医院啊。不是说留最后，其实我爸走的时候，其实他早就走了啦。大家讲，你好心吼，爱饲迄个善守啊，你讲饲一个，饲一个，饲一个。其实早就断开啊啦吼。说回到家了都好啊，讲哦啊，今麦几点几分啊呢？哦，结束吼，就再见了呢。但是我们现在有末期的安宁在家照顾的这个机制吗？对，有。现在会有两种，一种是健保本来就会有给付，就会有大医院的安宁团队，他也有补助交通费，也会有医师，也会有那医生跟阮兜去。对对，然后也会有可能坐计程车，或是有一些接驳车去。那另外现在有些县市政府也会做一种，就是说由县市政府他训练，其实他也是学英国或有的，他不一定都是要医疗的，他可能也会结合社工或当地很多志工，或其实他也是要去做一些心理的支持。吗啡啊这些。吗啡他可能就从医院可能医院就开了一个慢性的处方签给他，他就可以带处方签带药回去。这个我来补充说明一下好了。那现在健保有给付所谓的安宁居家，那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呢他是符合生命末期，那生命末期就不一定只有癌症了，很多疾病都会末期嘛，对不对？那生命末期的病人他可以选择在家里接受一般家庭的生活，然后那些止痛药，因为很多病人他会到生命末期会痛嘛，那我们安宁居家的团队和医师他可以去看病人，好，那护理师我们会给这个家属一个专有的电话，专属的护理师，我们通常都把电话放在这个安宁病房，那所以24小时有问题，安宁病房的护理人员就会来接这个电话。OK， 好，那如果病人呢，因为他们就在家，有些病人也不方便到医院来，那我们就可以透过电话或是透过我们的 LINE， 看他病人疼痛大概什么样子，他可能便秘啊，大便大不出来，我们可以给他什么样的药物，让他又不痛，然后大便又通畅。好，那我们可以就是帮病人把药都开好，我们把他送到家里去。这是每一间医院都可以这样子。要有安宁共照或安宁居家的，提供安宁居家的医院才可以这样子做。现在普遍吗？其实马街敢有？有啊，有啊，马街有啊，阳明马有。有，我们医院也有。所以全台大概我记得大概大便拢有啊，60几家、80几家有提供居家服务的，所以不用说撑到最后那时候才要送回家嘛。不用，也许还你可以在家躺个半个月、一个月，那也都没问题嘛。对，这些医疗照护还是会持续到你家里面来。对，不过我们来看看了哈，我们在昨天以及刚刚也都一直谈到，现在其实真的不太一样，跟以前真的不太一样。去年这个时候呢，立法院三读通过病人自主权利法，去年我们也谈过这部法令，可是还没上路。在2年多之后才会上路。病人自主权利法呢，是去年12月的时候通过的。
特定条件的病人可以预立医疗决定的，讲我不爱插管，不爱气切，不爱做紧急医疗，不爱电击，不爱装叶克膜，不爱上，不爱上上，你都写好清楚，你不爱，哦。适用对象是末期病人、不可逆转昏迷的状况，还是永久的植物人及重度的失智，还有其他经过公告无法治愈或是痛苦难耐的这些疾病。两个医师要确诊之后，经过缓和医疗团队至少两次的召会确认。现在台湾已经有40万个人已经同意注记在自己的健保卡上，所以不管是意外或是疾病送医院，健保卡读了哦，知道你不要去做这种积极的伤害性的侵入性的疗法，你希望能够善终。我们来看看，在台湾其实已经通过了病人自主权利法，对于善终是不是有所帮助？急重症病患全身插管，生命尊严一直存在争议，未来病人也有拒绝医疗的权利。立法院去年三读通过《病人自主权利法》，年满20岁咨询医疗机构后，可以预立接受或拒绝维持生命治疗的医疗决定，经过公证后注记于健保卡。当符合末期病人、不可逆转昏迷状况、植物人、失智，甚至痛苦难以忍受、无法治疗时，就可以适用。要两位医师认定啊，他是真正符合。如果说医师觉得说有不妥的地方，不执行。事实上也不会强迫医师了，确立病人自主意愿底下啊做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姚建安认为，未来除了病人的意愿可以获得尊重，医师也不必因为不急救而被刑法伺候，医病关系也会有很大的进步。而医疗改革基金会也肯定立法方向，但法条只给民众接受跟拒绝两种选择，似乎不太足够。让病人在要救或是不要救之间可以有一个现实的治疗，也就是说，我们先试试看，在一段时间内先去急救。那如果说真的不行的话，我们再考虑放弃急救。另外，北市联医总院长王胜坚忧心，即使该法让病人有权预立医嘱，家属也认同，但不一定有医师敢按医嘱执行。例如撤除能维持病人生命的灌食，就会有医师怕怕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利益良善，但未来执行上如何避免发生纠纷，恐怕又是另一个难题。所以等于说我要请教你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来说刚才那个病人自主权利法那怎么做了，首先呢，你要医病还有跟家属大家坐下来讨论，还能坐下来的时候，大家好好諮商一下，说到底你现在疾病是怎么样了，以后的进展会是怎么样啊？如果我做什么，你会变成怎么样？讲清楚，所以你自己做个决定。要签，你其实现在上网就很容易找到这个什么，但我要那个不做所谓的那个气切啊，不做什么那个 CPR 啊，不做什么什么的，这些写的要有两个人以上的见证，你自己在房间内底写不好哦，要有人见证。然后呢，注记在健保卡，你是在医院很容易拿到这个所谓的那个签署的这个文件。然后呢，你寄或是直接到医院去呢，它都可以变成是注记在健保卡。然后呢，要有所谓医疗委任代理人，叙述阿里拉美公维没有办法表达意见的这个委任代理人就可以来做。排除对象是什么？你的继承人通常就是你的小孩子可以，但是呢，譬如说那个其他的人，麦空小三啊小王了哈，其他可能是你的跟你非亲戚关系，可是你要把遗产给他的，这些不能当你的代理人，或者是说你说要弃捐给谁，你有机会有像哎。这个人不能做代理人，为什么？爱当然嘛，唔忙你死，你死也你也有几多病也嘛吼。所以这些人呢，不能当代理人，其他可以委任代理人。然后你可以取得特殊拒绝医疗权，就像有一个神医说：“我把命给你救回来。”但是呢，你已经签了，那个神医也没有办法去给你做侵入性的积极疗法。但是我请教陈医师啦吼。啊，你敢有影讲迄个医师会使遮帅气讲无？恁爸爸签过啊，我不爱甲你救，啊，结果因囝来甲你告，你变哪？首先我要先澄清一下哈，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其实是说，一个人他健康还很好的时候，譬如像我现在健康好的时候，我就可以透过一个这个医疗諮商，是我们去设定一些情境。假如有一天我碰到了5种情境。就是刚才你讲的那5种情境，我需要我自己接受什么样的医疗，这叫预立医疗指示。OK， 哦，譬如说我不要插鼻管，我不要用抗生素，或者我不要什么，我不要被做插管急救，这个有很多，这叫预立医疗指示。对，那像我这样的人，我预立医疗指示，我还可以
选择一个医疗委任代理人，这个你可以选或是不选。选的话就是说，当我意识不清楚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办法为我自己做一个很好的医疗决策的时候，这个医疗委任代理人最了解我要什么，他最了解我，他来帮我做医疗的代言人，是这个意思。是。好，那这个医疗委任代理人当然不能是、那個，也不能违反你的意思吗？当然不行喽。OK。所以这个是有限制的人。了解。好，那是这样。那我们讲的特殊医疗权是有关生死的，这样叫做特殊医疗。一起上。就是说这个医疗你做了不做，做或不做会牵涉到死亡，这叫特殊医疗。我可以拒绝特殊医疗，比如说我不插鼻胃管，我自然往生呢、啊，这是我的抉择啊。或是说我不要插管，我就马上死掉啊，这叫特殊医疗权，哦，是这个意思。那当然，如果说这个病人他签了病人自主权利法，说我不要怎么样，我当然要捍卫他了，这是我做的医生本来就是这样啊。医疗伦理里面就告诉你尊重自主，那法律已经很清楚的跟你讲，这一条法律呢就是要保障病人善终，促进医病和谐。嗯哼，所以当病人有签了病人自主权，说我不要被怎么样处置的时候，我是一个有良知的医师，我当然要捍卫病人的自主权。那当然，台湾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它并没有去说哦，你这个医生你不遵从病人的意愿，我罚你。没有，这一条法律并没有罚医生，所以这一条法律呢，如果就我在保障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话，我觉得这条法律是要修正的。他必须要让要求医师强制遵守病人的自主决定。啊，但是我先考虑了哈。我们之前也谈到说，为什么医师都很两难，就是除了说他的医学训练就是要救人这个价值观之外，医师法说第21条，医师对于危急的病人，你要用你的专业能力给他救治或采取必要措施，不可以无故拖延。啊，明明都会塞个汽车救回来，虽然讲给我半年，然后也嘛是给我半年呢。不得无故拖延。过来，医疗法第60条，医院诊所遇到有危急病人，要适当的急救，依其人员跟设备能力呢，给予必要的措施，也不可以无故拖延。啊，后来就可能会牵涉到刑法的问题啊，你那拖延的会怎么样嘛？哈。不过在安宁缓和医疗条例第4条也说，如果末期病人呢，预立这个意愿书呢，可以作为所谓的医疗的抉择。啊，我请教邱医师了哈。啊，建给你不爱个救。敢会砍咩家人？譬如讲，我即马已经签讲，我不要汽车，我不要怎样。啊，阮祖囝讲，啊，迄阮爸较早读较歹去，再签咧，伊都一定要甲救嘛。啊，你若医生，你无爱甲救，我甲你告哦。啊，你怎么办？是这样子啦。当然就是说，这个医疗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当然它是在末期病人的时候，它指的就是真的已经是病危临终的时候，不要再做急救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个部分来讲是比较没有问题。嗯哼。可是我们也知道说，在病人自主权利法，它的规定的范围又多很多，它不代表说病人已经临终了，它只是可能在某种情境之下，譬如说我是一个永久植物人状态，我不见得是临终哦，在这种情况之下，可是我之前就已经先写好说，万一有一天我变成植物人的时候，请不要再给我鼻胃管，是，你也不要给我抗生素。这个就是在特殊情况下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指示。可是我们当然医疗上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医师有时候也不是很能够在当下就马上决定说我这个医疗行为是不是真的没有效。所以刚才在节目里面那个放着 VCR 里面其实有提到这一点，叫做现实医疗尝试。是。所以刚才主持人讲到这个家属如果提出来跟病人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觉得身为医师当然当中要去做一个说明，如果可以让家属可以同意遵照病人的自主意愿，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嗯哼。可是万一在一个不是很确定是不是当初我们面临的情况，或者说我们所作所为并不是那么确定真的没有意义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可以采取所谓的现实医疗尝试。我们把我们这个尝试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我说我希望我做了之后，可能让我的爸爸、我的家人可以变成从昏迷变成清醒。是，那我愿意花多少的时间？譬如说2个礼拜、1个月。嗯哼，我们先把它设定好。OK。再来，
我最起码最起码的诉求，我不要超过什么样子，我不要让我的爸爸到时候变成是一个很水肿的状况，或者说我不希望他是一个全身都已经是一个挛缩的情况之下，或者我就是不要气切，是我把我们这些条件我们都设定好。那在一个医疗不是很那么确定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现实医疗尝试。然后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达到我们预设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撤除。所以我们从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从2000年通过，2002年第一次修法，2011年2011年第二次修法，2013年第三次修法。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修法的最终的精神都在谈撤除，把撤除的这个部分一直把它完整下来， okay. 一直到目前来讲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不过我们现在其实因为这个如果没有办法撤除这个机制不在的话， okay. 现实医疗尝试就不存在，因为你放上去我就没有办法拿掉嘛。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哦，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刚才那个苏西姐她讲的说，这种有些时候我们也不晓得到底做这样做到底有没有帮助或者有没有意义。其实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可以这样子去做现实医疗，现实医疗限定一段时间，我做看看，救得回来那就谢天谢地，救不回来就真的该放弃。其实现在有的像加护病房的医师也认为，其实加护病房本来就是现实医疗。不过说实在，这个其实是让我们再去好好的反省一下，什么叫生命，什么叫尊严啊，什么叫做亲情爱这件事情。硬留他下来承受那么大的苦难，这是尊严，这是爱嘛。我们来看看，其实在美国有很严谨的定义，这个叫无效医疗。说实在，台湾做的很多都是叫做无效医疗。什么叫无效医疗？病患真的快死了，你进加护病房只是拖个半天一天十天二十天一定死的，这个叫无效医疗。现有的医疗处置耗费大量的照护人力跟资源，可是没有帮助嘛，病人会永远处于昏迷的状态，你用叶克膜，你嘛是植物人嘛。病患依赖加护病房维生系统，出了加护病房就再见了。所以有些人把加护病房当成那个什么养老院在住，你知道吗？永远无法活着离开加护病房，这个叫无效医疗。那你在住在加护病房的意义是什么？加护病房的治疗无法达成病人或家属的期望。我们来看看，很多很多时候不是救的问题，而是让他安宁好好的走完人生最后那段路的问题。很多人误以为住进安宁病房就是放弃治疗，活活等死，其实并非如此。所谓安宁疗护，主要是不做侵入性治疗，以症状控制、减轻疼痛的方式，维护病患临终前的生命品质。透过精油按摩舒缓病患的病痛，护理人员亲身和病患对话，有如家人般的亲近。这里不是一般病房，而是安宁病房。安宁病房不只提供医疗照护，也给予非医疗的辅助，像是协助患者解开心结，甚至圆梦。响起结婚进行曲的旋律，新娘由父亲牵着缓缓走出病房，新郎则躺在病床上。癌症末期的刘姓男子，当初和妻子只有公证结婚，他很遗憾无法让妻子穿婚纱。住进安宁病房后，说出了这个人生缺憾，于是医护人员就集资帮他们补办婚礼。亲如他儿，祝他哈，看你有没有什么话跟先生讲。嫁给你我不后悔，虽然如果真的离开了，可是有这段回忆就够了。尽管现在越来越多民众接受安宁疗护，不过根据医改会2013年的调查，各县市的资源不均，有的安宁病房病患想入住还必须排队等6周。看来即使想善终，恐怕还要碰碰运气。不过素清，很多人对安宁病房就是说啊，煞气来得单细，那不是这样子啦。就是说，你看，其实他就是很积极的说，你怎么样留下你的样子给你的家人，你怎么样留下你的样子离开这个世界。你可以补办婚礼，你可以像昨天杨志良所说的，我走之前我想喝啤酒，
啊，大家都来啉啊。他说没办法吃花生米，那就算了嘛哈。我比如啉不大，我都要死啊，你差不多要这一分钟。安宁缓和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就是重点，就是你为你的人生呢画下一个你喜欢、你喜爱、你想要的样子的句点。你那个句点没那歪了。对，我必须说，比如说哈，但是还是有人比较不清楚，真的以为是去等死的这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先生呢，他是肝癌后来脑转移。那因为其实他后来脑转移的时候，其实也尝试过一些像什么光子刀或什么治疗，其实但是成效都不好，所以他最后他其实已经陷入昏迷了。所以这个女生就替他先生做一个决定，说那我们是不是去住安宁？因为其实所有的疗法都不奏效。可他说你也知道，有时候这样的病人他住进安宁，有时候在一定的支持疗法之下，他有时候会有一些回光返照，或本来昏迷他会突然醒过来。他说他这一生他最大的冲击是，他有一天他进去，他先生醒过来了，醒过那一刹那，他短暂的神志清明，短暂的知道自己是在安宁病房，他先生看着他的眼神，他先生觉得你怎么放弃我了、因为他是一个很年轻的男生，他不到50岁，他突然他看到他，当他醒过来那一刹那，他身处那个病房，他知道自己的太太帮他选的这一条路，他第一时间他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第一时间觉得我太太放弃我了。可是你接下来其实虽然那是第一时间，可是接下来的时间其实是护理人员帮他们去圆满这个关系。太太不是放弃你，太太舍不得你受苦，所以慢慢的帮他把他们这个对话连接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关系的圆满。其实我印象很深刻，早年像巴拉意这种农药，你知道吗？那个几乎喝了是救不回来的。所以有时候喝下去之后，老实说，你去救他，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无效医疗其中一种。你怎么样救他是一定死的。可是那个时候，那个医院帮那个巴拉意那个自杀男孩子做一件事情，因为他好后悔，他喝那个巴拉意是因为他跟他老婆吵架。他悔不当初，因为他知道医生跟他说这个真的我们是没有机会救回来。他做的事情也是把他太太把他孩子请来跟他做一个对话，然后他做完就说，我至少我要在他的人生的终结点把我本来解不开的结，是不只是身体上的痛苦，还有精神上这些他没有办法完满，如果我们机会让他完满。所以安宁不是让他想象中我的起不来惨，我给你看看担心，不是，是我希望你能走得更安全，用一个最有尊严的方式让你还有机会跟你想说的人道谢，对，道别，道歉，对。显光，我们在制度上有办法不要再让这种悲剧一直发生吗？制度上当然，我们现在病人自主条例其实是在2019年的一月就会正式上路，其实法通过是3年后才会上路。那个其实是我们过去的安宁缓和条例只是说对末期要不要签 DNR， 要不要急救。其实我们现在就像陈医师讲，其实我们可以做 AD。预立了很多东西，甚至说你对很多生命末期或很多你很多选择都可以做。那我觉得那个部分其实是可以趁着病人自主条例上路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法律也规定说是政府应该要补助做一个 ACP 的课程或训练，然后这样子来做。我觉得那个是让大家更做生命的思考，或我们要选择怎么样好命善终。我觉得那个部分其实健保可以多做一些好面善终的给付政策，而不是一路救到挂，抢救到底。我觉得那个健保资源要怎么样重新去做，我觉得是可以优先做。其实我们在二代健保法72条里面就有说，政府对无效医疗的这种不当的浪费，其实是健保局每一年都应该研拟一些方案。是，而且甚至有必要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学英国，是开公民会议，这在健保法第5条也有。但其实100年立法通过以后到现在，其实健保署从来没有真正做过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把资源重新蓄伏到做好命善终，其实那是一个幸福美满的事，而不是觉得就悲伤我放弃他治疗。我觉得这个观念健保署可以带头来做这件事。等于说我一开始就说，那个你们这些医师都是看过太多太多生死离别的故事的医师，那我们剩大概2分钟了哈，你跟这些一般的家属谈一谈最后那个选择该怎么做，做了之后有什么不同，好不好？真正的爱呢，是要将心比心。真正的爱呢，是给爱的人没有烦恼，被爱的人没有痛苦。我们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就不要强加给我们自己的父母亲。你不要被插管，你就不要帮你的父母亲插管。那一个人生老病死是一定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会长生不老。那我们必须坦然地面对老病，自在地迎接生死，不要做生命的延毕生，
平常要孝顺就要好好的孝顺，不要等到父母亲已经老了要死了，你跟医生说急救到底，那我一定说你不孝。所以我们平常应该要很正确的，要很坦然的去看待生死，把你该做的事情都做完，把每一天都当成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你好好的去做你该做的事情。你该工作你就该工作，你该好好的去玩你就应该去玩，好好的跟家人做一个很好的关系。那这样子你每一天都很认真的过日子，当你人生圆满了，你身体已经不行了，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好好的走啊。因为完美的一个死亡，一个很漂亮的下台身影，就是一个很美丽的人生落幕。刚才你英文记得你妈妈是穿着旗袍离开这个世间一样。对，我妈妈是很安详的离开，穿着我结婚的时候她穿的旗袍，她戴着她的珍珠项链，就是这么的美丽。所以我的母亲在我的印象里面，她就是这么漂亮的离开人世间。嗯哼，我们都觉得这是我母亲做一个很好的母亲她应该得到的。好，你说如果说一个很有修行的人他死之前还被插管急救，我会说他这个修行是不值得的，这样你可以清楚吧。所以让一个病人好好的走，不要让他变成生命的延毕生，是我们对他生命的一种尊敬。一个人怎么死的反映他过去怎么活的，所以我们让生命做一个很好的 ending。 确实，我要强调的是说善终不是天赋人权，是要去争取的。病人、家属、医疗人员都要一起去努力，所以一个一定要好好重视死亡这个课题。当我们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去面对它，去好好的去沟通。是，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以上节目可在公视网站佳期服务影音网随选观看7天，好节目不错过。公视佳期，让精彩继续。模仿主持样样行的阿 Ken， 搞笑功力竟遗传自妈妈是比较搞笑。奇怪，今天公车为什么比较晃？因为他抓的是那个人手上拿的吊杆。伟忠哥也曾经给他挫折，他就说：“你看到阿 Ken 的表演就知道，说戏剧是可以不用在国外学的。”把妹的他让心理分析变相亲大会。我讲话非常的务实的，我现在就让你你是不是喜欢我？每周四晚上9点，《大脑先生》。元旦国道疏运措施，3天假期前一日深夜23:00至6:00暂停收费。国三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8折收费。国五于31日7至12:00南下，12日15至20:00北上高承载管制。31日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南下入口，2日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三竹南北上入口。查询疏导措施及路况，请拨1968或上网查询。1945年4月，英国军队进入博森集中营，集中营外的果园欣欣向荣，一墙之隔的集中营内，囚犯却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还有多达30000具的尸体堆积如山，宛如人间炼狱。We actually know now what has been going on in these camps.12月30号周五晚间10点，安妮的集中营。前辈，我被强拍裸照了啦！啊？这次又是谁？就是那个得过很多摄影奖，然后超有才华，长得像 GD 的张浩洋啊，你不知道？不知道。哎，他谁啊？干嘛看到我们就跑啊？他叫做林奕谦，自由班的怪咖。我不能喝。